霍夫曼似乎还没回来。看样子，我们没有迟到。总算是解决了，只是想不到深渊教团派出的竟然只是些史莱姆而已。那还真是了不起，骑士团不如干脆改行做些专门清理史莱姆的家政服务吧，没准比现在更有价值。迪卢克先生就别挖苦我们了。嗯，旅行者，你脸上的汗水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刚才出去过了？是吗？可是为什么偏偏选了这个时候？喂，怎么办？霍夫曼好像已经在怀疑了。这位先生你好，冒昧问一下，你有看到迪卢克先生，哦，就是今天的酒保先生，他刚才出过门吗？啊，糟了，居然问其他客人，这些要露馅了。哦，老爷他，不，迪卢克先生他一直在柜台，哪儿也没去过。这样啊。霍夫曼先生，这是你之前点的蒲公英酒，喝了它早点回去吧，代我向骑士团的各位问好。啊，不用了，我现在着急回骑士团复命，这杯就敬给您吧。真是奇怪。哇，刚才真是吓死了，我还以为肯定露馅了。这点我早有预想，所以今天除了你们之外，所有客人都是晨曦酒庄过来的自己人。全都是托马？不是所有，严格来说是除我以外。是凯亚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只是挑了个可以安安静静看戏的好位置而已。难道从一开始你就在了吗？没错，这部暗夜英雄的不在场证明真是精彩，比美酒还要醉人。哼，然后呢？你准备把这些都报告给骑士团？你应该了解我的，我对告密的事儿可没什么兴趣，只是单纯想要知道蒙德的暗夜英雄可以做到什么程度。果然，永远不会让人失望。我还不需要向你证明什么。那是自然，但最让我意外的是，孤高的暗夜英雄居然也会接受别人的帮助。抱歉，本店已经打烊了，客人你请回吧。好了好了，今晚我已经不需要酒来助兴了。不过在离开前，我还有句话想说。那就最后一句。迪卢克，你有了这个助手，我可是感到了一种奇妙的安心啊。祝愿你们有一个美妙的夜晚，回见。凯亚的意思是？别管那家伙了，你们这次帮了我这么多，只是谢礼。哇，谢谢迪卢克老爷。虽说已经习惯一个人行动，但有你们帮忙的感觉也还不错，今后有什么需要可以来找我。就算是青梅竹马。酒量还需提高。